下係一則特別新聞報導，新晉影星 Angela Zhang 在8月10日出席完一項晚宴工作之後，突然離奇失蹤。佢經理人表示 ，Angela 失蹤已經超過36小時，佢已經盡力聯絡佢親朋戚友，亦都未能夠聯絡到佢。經理人亦已經向警方報案，但係警方指因為 Angela 失蹤未夠48小時，所以只能夠備案。你冇亂咁講嘢啊！我同你講，警我報咗啦，警方唔夠48個鐘唔受理，我而家係投訴佢哋啊！你不要亂咁講嘢，我報得警真係唔關我事啦，係咁。各界人士如果有任何 Angela 嘅消息，請致電報案熱線9447615。西環海旁凌晨時分發呢具女浮屍，消防喺凌晨大約12點接獲市民報案，指喺西環海旁發現一名身穿黑色連身裙嘅女人喺水中漂浮。到場後，警方出動蛙人協助拯救，又用繩索將個女人拖去岸邊，再將佢救起，當場證實死亡。而警方喺今晨確認該名嘅女子為失蹤影星 Angela Zhang。警方現呼籲任何喺8月10日至8月17日期間見過 Angela Zhang 嘅人，立即向西區重案組第一分隊聯絡協助調查，電話係94。4476115，重複是94476115。